立刻展开防御阵型，迎接即将来临的战斗。最好能趁此机会夺得巴西，直接攻击赶赴成都的刘备军背后吧。企图攻陷老夫镇守的地方啊，黄口小儿，看老夫如何反击吧。年轻人呐！哦，真是让人瞠目结舌的英姿，真是厉害啊！请给我也留些表现的空间吧。很钦佩你。好，就在这里展开防御态势。